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达。真正的美人还真与年龄无关。青衣今年95岁了，已白发苍苍，但看她的容颜还是那般优雅，仿佛没有受到岁月的侵蚀。如今这般高龄，青衣还活跃在荧屏上。陈凯歌导演的《妖猫传》，青衣还有参演。年轻时候的青衣是非常漂亮的，但美人多命贱，她的婚姻实在难言幸福。青衣的第一任丈夫陈天国，在舞台上是风度翩翩的话剧小生，台下却是嗜酒如命的家暴男。第二任丈夫金燕，虽然是自由恋爱结合，但婚后不久，青衣忙于工作，与金燕终究是渐行渐远。金燕出轨，两人分居长达30年。后来金燕生病瘫痪多年，青衣依旧20几年如一日的照顾着。儿子金杰从16岁起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而且无法痊愈。2007年3月7日，59岁的金杰因尿毒症并发肺炎去世，距今已经过去10年了。金杰去世的第二年，为支援汶川，青衣捐出了21万元，而后为支援青海地震抗灾，他又捐了3万元。以青衣的收入来说，这几乎是倾其所有。法国作家杜拉斯的《情人》里有句经典对白，用来形容青衣再恰当不过了。那时候你还很年轻，人人都说你很美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。与你那时的容颜相比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。你喜欢青衣吗？欢迎评论告诉我们。我是胖达，下期视频再见。